Hello， 大家下午好，我是阿 Ken， 今天一个很棒的直播要跟大家分享，到底什么是剪口直播？然后在我身边有一个美女叫阿妹妹啊，丽霞，李丽霞，给我们叫李雷哈，然后是她是 Jacqueline 的神啊，静静嘛，嗯，静静，对。那我想问你，你是怎样接触到我们的 BE 的产品的？开始你是穿 Ara Pen？然后 Ara Shop， 然后到整个做 board，是因为 Jack Green 的时候，那时候你看到 Facebook 有人 board，然后你就 OK。然后那时候怎么你会穿 Ara Pen？我看到上网人家穿了，好咯。嗯。你就买来穿，你也没有什么事情要穿，穿不了。穿啊。OK。然后最近因为你说你的脚肿。脚水肿就是验血咯。嗯，然后你脚肿的时候先穿袜子。有穿袜子，我是脚底也是有碰到麻痹那种啊。然后我比有去看中医啦。后来就买那个袜子来穿咯。有去看中医，然后有买袜子，袜子改善你什么？改善脚底痛。你的脚板。脚板这边是脚板。脚板。你的脚落一多天了。脚落一天啦，我麻痹个嘟嘟啦。就是你的脚板一下地它就痛，然后你穿袜子过后就没有痛了。麻痹也没有了。那天我买来哈，我24小时穿啊。马上看到效果。很努力去穿啊，你痛吗？没办法要穿啊，看到没有？哇 ，OK。然后其实你一知道你的脚板痛的时候，那时候你就担心说，会不会身体出现状况？因为你的 signal 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过后你就去验血。验血。然后医生讲你什么？讲那个大金包啦。验血报告说荷尔蒙啊，甲状腺荷尔蒙，然后偏高。他这又不能睡。哦，那时候你不能睡哦。然后其实后来你怎样接触到我们的剪口直播？那你怎样接触到我们这个剪口直播？我去问那个彩霞。OK。然后问他，报告给他看啦。你就给他看这报告啦。然后你是担心吗？那时候？他就介绍我吃这个。大家看的样子是不是很年轻？问他几岁？有年轻啊，53。53岁。哇，可是其实你吃了，你开始相信吗？不大相信。因为你他是这样子的，他验血报告出来，他的甲状腺是偏高的。等下我会发这个监测给他看，然后过后你就开始买这个减肥做白吃，因为它是酵素，里面是纯植物的，然后小孩子可以吃，大人可以吃。然后你是看到什么你才吃的？看他的说明书写得很好咯。买一套来吃。爆料。爆料。他来试看是真的有没有帮助到他。然后吃了。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在吃这医生的药。有。医生只是给你两个月。配这个来吃。他就割开。然后吃了药就没有再吃了嘛，药没有再吃了。过后你就 after 多一个月再去验血。就是医生给他的药是两个月，然后验血是第三个月才去验血。然后验血过后出来报告开心吗？开心。OK、医生说他的甲状腺的指数已经回到了正常，但是不用吃那个药了，西药了，那西药啊。对，医生的西药已经不用再吃了，很开心。其实我知道的是，很多人是要继续吃药的，很多人就继续吃了药，还不好还继续吃。然后医生是叫你不用吃药。我的病没有这样严重嘞。对，因为那是刚开始嘛，就是所以就没有再吃药了。然后你一天吃几粒？那个减肥做不？药已经没有在吃了。一天吃，那天我是吃16粒的。早上8粒，晚上8粒。然后你多久过后才变成一天8粒？吃了一罐完了，我才吃8粒。第二罐才吃8粒。现在还在第二罐不能。8粒也是要完了啦。哇，很好嘞。你有什么话想跟还没有吃过的朋友？因为你吃了，你知道它是蔬菜水果，没有害。蔬菜水果，我平时也是吃很多青菜水果嘞。Okay. 没有吃的啊，要去试咯。对。然后你可以讲一下你吃了过后你的面色，人讲一睡去了，一个根本在睡去了。没啊，自己讲。睡咩？有改善，有看到照片有不一样了啦。改善一点了。OK， 这样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要谢谢你的分享。他是穿的裤子，然后改善他的脚的问题咯，然后他的脚板疼痛，穿袜子改善了，然后最近因为验血报告出来是有甲状腺，然后就是我们所谓的胆碱包指数偏高，这报在这边我会给大家看，然后过后是了减肥做波，也有配合医生的药照吃的情况底下，
已经医生说不用再吃药了、啊、然后真的很开心耶，开心、啊、对，然后希望透过这个直播哎，再救得了行不行、啊、可以救到人哦，因为你没有、啊、你都是讲自己的真实吃人的感觉嘛，对不对、啊、OK， 这样我们就到这里，有什么想要了解更多的可以来询问我们，找什么是简国主播，什么是 Ara Pen 跟 Ara Short， 然后可以来找雷哈或者是找彩文，OK， 我们跟大家讲再见，拜拜。希望大家可以分享出去，给更多人知道说，简国主播是一个酵素，可以帮助我们大家身体健康，新陈代谢非常的好。然后 Ara Pen Ara Short 是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。OK， 我们讲拜拜，再见了。